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万老师郭玉琴现身万华，合体立委林长佐、立委候选人吴佩益一起逛市集。政党票拜托，我也要进去。把王一川带进去，民众热情加油打气，万老师魅力无法挡，陪同拍贴剪纸样样来，要帮吴佩益拉台选情。这回中正万华包括民进党吴佩益、国民党钟小平以及虞美人等等，共多达10位候选人参战。吴佩益拼突围，陷入激战。只是没有想到是全国登记最爆炸的一区，所以说我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也一定会是中正万华最强、准备最充足的团队。接棒林长佐，加上有万老师加持拉台，吴佩益力拼中正万华，信心满满。而对手国民党钟小平似乎对站台阵容不以为意。这个来的也没有多大咖了哈，这样不像我们12月9号这个正副总统，然后王金平，然后这个卢秀燕比较真的是大咖，他们要吹出基本盘，因为虞美人还盘踞了一些吴佩益的票。即使钟小平强调民调领先，但先前民众党李浪虞美人传出现在改支持他无党籍孙志立，过去也曾陆列民众党不分区名单。非常感谢党的这个支持，然后也在我的这个一些政治的发展上面哦，他们过去也有一些栽培。就在蓝白河破局之后，中正万华蓝绿白选票各自归队，10强1的激战区，吴佩益如何杀出重围，也成为瞩目焦点。三立新闻郭思文、岳坤台报道。